这个就是现代人的优质游戏哦。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忙，一整天没开上线，你可以在那边疯狂升等，就有一种脑内啡疯狂分泌的感觉，就看他数值狂跳哦。平常你的人生什么数值都没有在跳啊，有啦，房价一直在跳，但你的薪水都没有在往上跳。但怎么样，至少有一个东西在你没有办法注意的时候，它默默的在成长，这样不是心里也有一个慰藉，有一个安慰吗？啊，我们礼拜天有工商暗黑，他们主要在推荐大家用那个啊，算是主推他们这次遥感的体验还不错，所以他就是说希望推广说可以用 Xbox 遥感加就是接 PC 玩暗黑这样子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玩野蛮人？我最喜欢玩野蛮人了。野蛮人被砍是不是你害的？哎呀，游戏要平衡嘛，之前旋风斩太强了，这个该砍啊。以为杰克会玩死灵血考，难怪第二第三没砍野蛮人，第四就直接砍两刀，关我屁事。先来玩哦 Dungeon Slasher， 这款是今天找到看起来不错的游戏哦。你看这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，看起来酷酷的，募资才7000。对啊，干，之前大家讲的好像真的很希望我开抖内一样，妈的屁蛋，我原本根本也没想开抖内，然后大家在那边说开抖内开抖内，干，开你妹啊。欸，有浪费到你时间就值得了，哇，那你们很棒哦。欸，这个打击感还不错，我要选这个。要不要体验版刺激观众哦？我是觉得也还好啦，我本来就，我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到特别想弄抖内啊，真的是大家说要弄我才弄的。不过可以考虑先做一个16页版的，但是都做成16页版了，感觉懒趴夹一下直接上32页耶。那还是直接上32页比较爽，再捏一下上48页，干，再继续捏就出单行本。这个不要怪我操作不好，我现在是用滑鼠在玩这游戏，其实有点难玩。我现在是把滑鼠按到这个按键上面的，它虽然是有快捷啦，干，好，算了啊，不错的游戏。打击感挺好的，这个按键它设的没有很好，然后我懒得重设，不错啊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对啊，这有没有中文啊？我觉得这款蛮好玩的。我的错，干，有中文呢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要不要重来？超级拖累，我重新 set 好吧？啊， set 好， set 好了。啊啊啊啊啊！哎，刚才可以双盾跳。有啦，这个按键调好之后，玩起来爽很多。夜宿少很优秀的本本，我知道啊，我就喜欢长一点的，我又不是说短的就不好，而且我个人喜好啊。啊，这款蛮好玩的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有点难度啊，有点难度。完美，这个可以结算了吧？这么好玩的游戏，这款 Dungeon Slasher 277人投票，75%阴性，24%阳性，不错，这款真的蛮好玩的，这款急推哦。我觉得算是手游快筛玩过以来打击感真的很不错的，操纵的手感也真的很不错，推荐大家可以玩一下。年度最佳打击游戏吗？我觉得不一定是最佳，可能要细细比较一下，排进手游快筛玩过的打击感前三到前五吧。没有战霜那么猛啦，战霜应该还是天花板，我觉得战霜比较猛。有没有比崩坏三爽啊？我觉得可能差不多，我觉得打起来可能跟崩坏三差不多爽，我觉得应该有差不多。干妈的，一直聊天，妈的嘞，你们可不可以在该聊天的场合多聊天啊？好，这个叫做这个三国汪汪叫，这是上次这个看到广告我们马上载下来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我就什么都没有就突然射死这些，我这他妈在玩什么？我就在那边点点点射死他们，鱼镜，干，这个鱼还打错啊，我的狗狗呢？我的汪汪呢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有一只狗在上面帮我打了。我们有许褚狗狗，杰哥在不爽我们在玩游戏之外的时间聊天，怕待会手游没料的时候没话题，不是哦、啊。
我是觉得这个一直聊天很打断我这个快筛的节奏，但是有时候你们的话题又也蛮重要的，我也会想聊一下，所以我才说你们可不可以在该聊天的时候再聊天。这是我玩过最他妈怎么说，最他妈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的游戏，我到底在玩什么？什么时候该聊天？差不多现在吧，后玩大老板游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聊天了。刚刚明明就一款很好玩的游戏，这游戏带不起话题，刚刚那个游戏也没有带到话题，好不好？刚刚明明就大家自己在聊五 A 博 A 的。好啦，我觉得这款应该怎么说呢？非常的棒哦，非常的棒，真的是不错的游戏啦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玩一下哦。我们来看图鉴，蔡文姬，这个有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好像还好。这个呢？这个有没有骚一点？这个有感觉了吗？有感觉了吗？够了，杰哥他痒了，不行，我们再试一下吧。这个呢？这个你们应该最喜欢的吧？祝融夫人，你看，他是一只猫在骑着狗吗？还是是一只狗在骑着狗？这他妈是……抱歉，杰哥，这款性癖超出我四个平行宇宙。小乔啦，小乔有没有？小乔比较香一点，这个有吧？这个有吧？这个有 feel。小乔勉强，小乔居然勉强，哇，那不错哦。好，看来这个你的口味还是比较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有那个貂蝉，这个貂蝉有没有？貂蝉还行吧，貂蝉还行。我宁可舔姜饼人，也不要这一种。姜饼人其实蛮好看的，好色，可以吧，可以吧。貂蝉好一点，这块这个三国汪汪叫，阳性88%，阴性11%，252人投票。优质游戏啊，88%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玩我们的工商的手游《武林少女养成》。那它是一款呢，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放置手游啊，也是我们之前也玩过不少款了，就是数值的那种放置手游。先让你们看看这个熟悉的顺序啊，是不是？先加加攻击有没有？再加加体力。只要是我的观众，对于这一块应该是很懂。然后这一款呢，它的主轴就是养成这个功夫少女。那身为一个少女呢，她就有比较多服装可以选。那我觉得她的人设其实是蛮香的啦。那这边她有基本的这个基本服装嘛，这边还有氪金的 skin。它其实氪金 skin 没有到那么多，它大部分都是让你自己要往上练。那像这一件就是升级称号可以拿到，我觉得这一件超香，这一件超级好看的，这一件也是升级拿的。穿装都是颇好看的，重点呢，我觉得它的抽卡也算是资源给的蛮多的啦。像我目前只有小氪一点，但其实它基本上，光是这种通行证基本的抽，其实就给蛮多的。我有47000可以抽，然后它30抽是2700，这样其实就能抽蛮多。我这个是没有氪太多，真的氪很少。我觉得武功比较特别一点，我先10抽就好。因为武功比较贵，那武功的话，它就是你现在战斗的时候放的技能，那你这些放的技能你就可以自己调这里。然后接下来挑战这边哦，也是我们很熟悉啊，像这个是我比较常打的，这个就是你能在一分钟之内打到多少的伤害，这边就是这个比拼伤害的。然后接下来扫荡这个呢，扫荡完了之后就可以拿来强化角色，这边这个晋级别号。你就可以加你的各项数值，其实跟这个差不多啦，只是这个一次加的会比较多。然后这边是强化你的黑灵，也是一个额外给你强化的东西啊，不要问，反正这个就是强化就对了。那我目前是有氪免广告啦，那它其实每天免广告能拿的东西还不少，像这个就是刚刚可以升级的素材，然后这是打钱的素材等等，那它每天都有送两个，所以我觉得它免广告满起来算划算。哦，全抽武功拿一挖武功别号点暴击。然后打到7-20开始一物强化武功，哇，这个就是高手了。因为我这个目前也是自己体感去玩的，就自己照这个经验玩的，没有特别去配。没有，他没给 QR code， 下方资讯栏自己下载，下方资讯栏自己下载。置顶连结，等一下，置顶连结，这个你这不就补上了吗？哎呀，他没有刻意叫我置顶连结，就是希望啊。大家喜欢再去宰就好了，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就是每天就是把这种挑战，他每天就可以打个几场挑战啊之类的。啊，所以你就是每天上来刷刷这些，然后剩下挂机就好了。所以怎么说，这是一个符合现代玩家的游戏，好不好？现代玩家就是怎么样，时间碎片化，
非常的忙碌哦，每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挂在一款游戏上玩那么多。就这一款，你只要上来，每天扫荡扫荡你的重点关卡，然后稍微把你的人物升级一下，哎，就完美了。可是你这都老人哎，不是啊？讲的好像没有很多时间玩单机游戏一样，专门推荐给现在忙碌的玩家们。你们现在哪有时间每天在那边玩，还要上线打个半个小时的游戏？忙碌的上班族怎么样？上线点几下收割，扫荡扫荡，然后每天看看你香香的妹子，学学新的武功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而且你又可以一边专心在工作，你也不用一直在干嘛。但你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，你看，你就点开来，稍微点一下升级，是不是很爽？就点开来升级一下，这样不是很爽吗？哎，你看它设计很精细，你可以一次升一等，一次升十等，可以一次升一百等也行。你看我这个攻击力加了1290等，有够爽！他说的好像我有工作一样，他可不可以去工作一下？我上班都在听手游快筛，这个感谢你啦，但还是不要比较好。这个就是现代人的优质游戏哦。而且如果你今天哎真的很忙，一整天没开上线，你可以在那边疯狂升等，就有一种脑内啡疯狂分泌的感觉，就看他数值狂跳哦。平常你的人生什么数值都没有在跳啊，有啦，房价一直在跳，但你的薪水都没有在往上跳。但怎么样，至少有一个东西在你没有办法注意的时候，它默默的在成长，这样不是心里也有一个慰藉，有一个安慰吗？是不是也还不错？血压一直跳，好啦，心脏有在跳，心脏有在跳啊，至少你每天有一个东西默默的在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在忙碌的时候，它也同时在努力，他也在努力的对抗他的敌人，跟你一样在对抗这个世界，这样不是非常的欣慰吗？负债一直往上跳，那你要检讨一下、欸、每天努力的工作，肚子也在慢慢变大，那也是挺好的。今天我们这个武林少女养成就玩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呢，我们下方资讯栏都可以下载、啊、感谢武林少女养成的赞助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玩一款哦，不要说对各位不好，我们来玩这个放置天使，没有错，图鉴手游这一款就是拿来当封面用了。完了完了，我看到刚那个画面，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。为什么它的配音好像虽然是日文，但听起来好像不是日本人配的感觉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出来直接召唤可以，工程师兼配音，太 cos 当了吧？这 cos 当过分了吧？这个放置玩法是跟剑远不太一样。命运之子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好像比较像命运之子。为什么这只熊跟这个人好像有一种硬搭在一起的感觉？命运之子是这样吗？我有点忘了、欸，我这里有点忘命运之子了，好像是又好像不是。哦，对啦，几个圈圈在下方，然后打上面的人，界面来说应该是没错啊，就界面上。好啦，完美完美，没有金亨泰的命运之子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啊、我要去抽卡，免费一次抽一下。哦。阿卡普普十连抽，来看一下我们抽到的超级棒毒、欸、救命哦、喔、我要放大声给你们听。そんなに見つめて恥ずかしいじゃない、あなたを見ていたいだけなの。是工程师兼声优哦。痛いですか？这是什么假 QB 啊？这个不是日本人吧？我天哪、啊！あなたが来てくれて、私は幸せです。ここに手を置いてみてください。感じましたか？我直接疯掉！他该不会是最适合放封面的吧？我先截一下，你也许就是我们的封面。别说人家普啊，我们没得选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觉得比较好的大概都在 SSR 吧。好像也还好看了一下又觉得好像又还好。我都想这个到底是很不会配音的，就是比较小咖的声优来配的，还是根本不是日本人在配的日文，我分不清楚是哪一个点。这款放置天使 90% 阳性 9% 阴性177人投票，这个非常温暖非常温暖的游戏。再放一次语音，你们到底多爱这个棒毒感啊。私に幸せ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ました。我们就用这个声音来当做这前半集的结尾、啊、你挡到我的熊了。ここに手を置いてみてください。
好像是我检定考的听力也有点像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前半集到这边。